大家好，这里是 GPD 官方频道。Roguelike 游戏又称之为肉鸽游戏，以其著名的生成随机性、进程单向性、不可挽回性、游戏非线性、画面朴素性和系统的复杂性，让玩家们趋之若鹜，深深地陷入其中，不可自拔。而肉鸽游戏与手柄的高度适配性，又决定了我们的 Win2 将是游玩肉鸽游戏的一大利器。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几款在 Steam 上好评如潮的肉鸽游戏在 Win2 上的表现吧。好，这里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要测的游戏就是这四款，然后我都已经放在桌面上了。他们分别是《失落城堡》《盗贼遗产》，还有《死亡细胞》，还有最后一个有着 2D 黑魂之称的《岩与避难所》。好，首先让我们进入《失落城堡》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手把机子打到手臂这一档。然后这里设置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所有的设置你只需要保证它的默认设置就行了，你唯一需要调的就是这个手柄震动，你要把它关掉，因为当震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抢电，然后会造成那么一瞬间的卡顿。好，保存 OK， 现在让我们直接就进入游戏。啊，这里有一个档，我们进这个新的吧。陷阱，我反正也没有陷阱，直接进。好 ，OK。现在我们拿的是长枪啊，那个是跳。可以看到这里一点都不卡顿，也说在默认的功率和默认的设置之下是完全不需要任何调整的，就能很愉快的进行游戏。不过我们好像快要挂了。来，放一个技能。好，大家其实看到了，这里呢，这里我操作不是很熟悉哈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相信大家玩的比我好。好，流畅度我觉得已经可以了，让我们进行下一个游戏的测试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测试的是《盗贼的遗产》。那进入游戏之前呢，有一个提示，就是我们在进入《盗贼遗产》之前，我们需要把机器调到手柄模式。
如果你以鼠标模式进入游戏的话，它进去之后你再调到手柄模式，它很有可能就识别不了。然后我们以触屏功能双击进入游戏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配置，分辨率1280x720全屏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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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都不用管它，根本就不用调，然后直接进入游戏，举着把大剑就进去了。听说这个游戏的难度挺大的，反正我是个菜鸟了，只是给你们演示一下游戏的流畅性。哇，进来就招了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是很流畅的，丝毫没有卡顿的现象。那还是条死路，嗯，有点输。哎，为什么我这一路上都没有怪呢？都进入玛雅了。哇，下面还有个连击炮，哦呦。好吧，游戏性大家已经看到了。那我们进行下一个游戏的测试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测试的是死亡细胞。这四个游戏里面呢，除了盗贼的遗产需要在进游戏之前调到手柄模式之外，其他的都是可以在游戏内从鼠标模式调到手柄模式的，这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它可以自己适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选项，控制器，这里把手柄关掉，然后其他的都不用去弄它，直接游玩就可以了，其他的都保持默认设置。好，让我们进游戏看一看。让我们捡一把武器，然后直接去看挂七菜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丝毫都没有卡顿，这是什么？烤串？这可以过去吗？哦，滚过去，是丝毫没有卡顿的。如丝般顺滑，但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打击感比刚刚那个盗贼遗产的打击感强多了。当然也可能是我太菜，你看，跳不上去了。好大个箱子，还有把飞刀。哦，这个拿盾的好像，我打他的盾牌的话，我自己会晕掉。你看，会晕掉，我们只能在背后打他。好了，游戏性我们也测试到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默认的设置和默认的功率下，这款游戏的游玩程度也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我们进行下一个游戏的测试吧。好，下面最后一个游戏呢，就是有着
2D 版的黑魂之称的《炎与避难所》，这是一款黑暗系的游戏。我不知道这个画风、这个画面、这个风格会不会对小朋友造成影响。然后这里可以在游戏里面直接切换到手柄档，然后它就能自动适配。那我们继续。我之前有见过一些，好，我们就从这个开始吧，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去到有着新手杀手之称的镜狮骑士那个地方。大家感受到这个浓浓的黑暗风格没有？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，来一脚，来一脚，先回点血。因为这款我之前有玩过，所以说地图也比较熟悉。我们直接就进入 BOSS 战吧，喝最后一颗血，然后把这个调出来，把血瓶调出来。 OK， 让我们进入 BOSS 镜狮骑士。这个骑士呢，他隔远了就会放波，然后哎呀我被砍到了，哎呀又差点被砍到了。哦，赶紧喝一口血补补命，又来了。哎呀，他还会回手一刀。哎，我说按成喝血了呢。哎呀，这一刀真是砍得好，不行，得喝口血，不知道最后一点血干不干得掉他。这连招哈哈哈哈哈哈，空中好吧。那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，大家也看到这个游戏在默认的设置下，我刚才没有改任何设置。那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它的设置，因为刚才直接见脸就打了，直接上来了。游戏操作方式：震动关，其他的不用动它。影片720p 全屏应用 OK 返回，设置就是这么简单，你只需要关掉震动就一切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正式结束今天的测试。看完以上的游戏的测试之后呢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 Win2 和肉鸽游戏简直就是绝配？你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设置便可直接畅玩，
那么你面对如此方便的神器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，欢迎留下任何你宝贵的意见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，大家拜拜。